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再来，我们要开发这个角色的上限值，首选首抢，八八首抢。不抢什么意思？想输哦？最强的角色不先拿哦，要这样哦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你们就这样啊。我现在被选啦，我不开心啊，我不开心啊，淘气，拉空间，打击三，我特化一套，小黑。妈的，不帮抢，不爽不爽。不爽不爽不爽。我们虽然玩一些奇怪的角色，但是我们很认真哦。你有看过哪个小黑可以这样手拉准的吗？有没有？我刚刚就是定性，那一球能不跳的后卫有几个？我就问你，那一球我就问你，你会不会跳？那你是怎样？你都空档，你还要传哦？你故意的哦？我靠，傻小！赤木很紧张默默6-2了，难道我没有玩小黑的天分吗？真的以为我只会干扰，该盖的时候还是得盖啊，毕竟他那个是无视干扰的，地板球也是要捡。分数拉开的，跟我想象的游戏内容不一样，居然漏的不是我们这边，有点意外。超杰，哟，进了，黑总，牛啊！靠腰，那个阿木有在丑的耶，他好像已经漏好几球了耶，还是我看错？好像全部都是他漏的耶。干，差点出事，再把自己补防补到没。坏习惯，球出去就以为进了。我靠腰！你说我们下一季直接九绝潮起哦？
我们每一季都有新目标啊，这游戏还有下一季吗？干不够快，没加速了 ，CD 呀、啊！不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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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没加速了。哎，不对哦。阿神很乖，完全把我踩死。我应该在气愤，应该在气愤。这赤木比我还紧张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啊！干不行，樱木有大，汪不能开大绝。干，我真觉得我不能开大绝。哎呦！干，还好没开到。有哦！哎，老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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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不人进哎！哈！把机制过掉，细节。哈！啊，怎么又进了？小黑，你搞啥？别超衰，干！哦，干！干亏到死哎！转不出去，我一球两分球，感觉要拼那个两分，不能拼三分。靠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，各位，这球只要守住就行。哇！感觉差不多该我们这个时候脏一球了。进！哇，机制没进，可惜。哎，挖到了，蹭到能量，细节又被你们学到一招。那个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传球，高哥被你挖，又可以蹭到一个能量。哇，没加速啊！
我靠呀！我卡住他，球将往这边弹。超前，给吗？没事，控心啊，控心啊。